天分享详细的上魔镜粉胶层，又亮又干净，不会分层。底色是两遍冰透玉脂的11号，涂上专门不沾魔镜粉的俄式磨砂封层，照干后用硬式封层画出自己想要的形状，用海绵棒仔细擦到每一个细节。这里我们用干净的一头海绵棒再擦一遍，让魔镜粉更服帖，也会更亮。因为用的是俄式磨砂封层，粉尘刷很容易就能扫掉多余的魔镜粉。然后用面片擦掉指尖的魔镜粉，再用底胶把魔镜粉和指尖部分包边，这里是为了避免封层和魔镜粉分层掉落。最后我们涂四合一的建构胶铺出弧度，再涂镀金封层就完成了。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光，还是你引力太强，我失去方向。